古一元，原名一元。明嘉靖、万历年间，曾任河南通判的南翔人米世吉辞官回乡后，初建了这座私家园林。米世吉爱竹成痴，以竹自喻，与君子为伍。原名一，取《诗经》中瞻彼其傲，绿竹依依的意境，借描写青竹貌美，赞叹君子气度。米世吉特邀当时名满天下的嘉定竹刻名家朱志征，对园子精心设计布局。朱志征号三松，他性情简淡，一生爱竹刻竹，秉持着以画法刻竹的竹刻理念，造园时他融入了多年的竹刻心得，既追求布局的凝练素净，又着力将竹与园中山水画石融为一体，处处可感受到清逸韵致又具坚韧品格的竹之境界。清乾隆十一年，园子辗转到了苏州人叶瑾手中，更名为古一园。但是原主人的精神追求未变，园中继续栽种下一一绿竹。如今屋前宅后，池旁路边，临水泊岸，粉墙边角，随处可见三五丛绿竹摇曳多姿。除了古时有的方竹、紫竹、佛度竹外，还种植了80余种名贵品种，万株竹子遍在园中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色。其实古一园在明代时仅为一个十亩之园，此后历经了明清之后的数次修造和扩建，增加了三个景区，直至目前130多亩的规模。历经400多年沉浮，如今的古一园已经百花繁茂，但是最为人们称道的依然是竹子，绿竹依依，绰绰竹影，仍在诉说着原主人以竹为记的品格和风骨。